都买了什么呀，刚刚？买了个锅。我买的那是。你这衬衫这么皱，当睡衣了。但你好像都没洗。不脏洗什么？我穿过呀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得洗了呀。脸皮还挺薄。你说他俩研究什么呢？这还不好猜。你想现在公司最棘手的是什么事？黑客。喂，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给我地址，我现在过去。你松开！啊，你们两个的事儿，你们两个自己解决，别跟这小子客气，听见没有？我问你啊，敢过来，像个男人一样。这谁不男人？你找人追追啊！做错了事就要接受惩罚。不十百点千万十万点，三百万，我没数错吧？哎，你说这，咱们这恋爱盲盒上线不到半个月，哎，流水300万呀、啊！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一年零五个月就能破亿了，成了！那么俗啊，就知道钱。我跟你说，这说明咱们的事业成功了，成功了！